漂亮。Hello， 晚上好。为什么这么不漂亮呢？我要漂亮一点儿。哎呀，我的灯也没电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也太尴尬了。等我一下哦。点吧。辛苦啦，你们也辛苦了，跟大家说声晚安，播十分钟，说声晚安，吃个这个应该是我室友买的虎皮凤爪，五香味，吃个爪就睡觉了，明天还早起呢。一日一成员，怪不得是阿虚呢。什么？今天妆和服装好看，小裙子。今天小裙子是不是特别像那个民国时期的？我觉得特别像，刚才小曲说，就是我们下车的时候，我靠在那个椅子上嘛。小曲说我像穿了件旗袍，靠在那里。这衣服可有设计感，这衣服中间这边有个洞，两边都有洞。台湾很少人知道我们是吗？努力哦，相信你可以的，把我们推广到台湾。台湾那边应该都很喜欢。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个四八？优雅的风格，不算吧，普通的裙子而已。但我觉得今天脖子太空了，啥也没有。啥？这几个字，这几个字母是啥？这就是三只松鼠啊。虎皮凤爪，我买的面到了，但是今天不可以吃。今天佳恩夸我瘦了，好开心哦！比自己就是平时朝夕相处的朋友夸我瘦了，我更快乐。因为好久没有跟佳恩，哦，我们也没有好久不见，上次在食堂也见了。真的假的瘦的？我怎么没觉得自己瘦的？我今天晚上边公演还边吃了一盒寿司。可是我的腿还是很粗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喜欢它。没关系，不瘦也没关系，我也喜欢。孤单追星，那你可以加入这些朋友们，这些朋友们可以陪你一起追星。
推广。如果让你们向外面推广四八，你们会说什么呢？看了好多视频找素材，真的瘦了。真的吗？小开心。从 MC 开始推广，真的有人喜欢女团是喜欢 MC 吗？那不如看相声演员呢，多有趣。好吧，但我没说，女团就是人格魅力，对不对？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不一样的点了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最吸引人的就是日常。嗯，那这样的话，吸引你们的应该是你们生活当中的人啊，因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人离你们更近啊。今天在台上，那个谁，七七好突然，七七好突然开始夸我，弄得我好害羞，害羞到地里。七七夸我用了一个词叫，说我好勾人，这是能夸我的话吗？吓死我了。好看电波，什么大家入会的方式都有不同。是的，你要喜欢一个人的点也会不一样，就好像喜欢我的人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正常正常。勾魂夺魄，哇，这种词可形容不了我，这也太大了。主推毕业一年了，下一个主推该推谁？那就看缘分啦。圣诞环节看我们好热闹，这个叫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，他们非常的哇哦 ，Oh my god， 可能没有戳到我吧，所以就和自己的朋友聊聊天，因为站在那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，就聊聊天呗。喜欢小鹿的双马尾，那已经绝版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喜欢的是一个绝版物品，几乎不可再犯的绝版书，怎么办呀？以后就只有那一点物料可以看，大概几十秒的时间，看看。哇，双马尾耶！然后自己弄个双马尾好了。有点卡吗？那可能大家卡吗？如果卡的话，可以退出去再进一下。单马尾和丸子头，你们这发型要求很多呀。总选前的公演应该就下周了吧？还是下周和下下周？应该就下周了吧？静静的生日。静静的生日公演，我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知性的发型，因为我要跳的那首歌比较的仙女。还有人没拉票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月底也有，月底我也会出现，我有助演，还没学。
是吗？这个形容有点不好想象。驻眼增加曝光率，哎呀，没用的，有什么用呢？驻眼又拍不到你，而且你跳的这个歌也不一定是你自己想跳的歌，有啥用呢？驻眼不过是出于我跟你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为你增加一下舞台的层次感罢了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小金有说就是驻眼算是增加自己的曝光，谢谢大河马的99票。我觉得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啦。我属于如果我的朋友，我的好朋友跳的歌我能接受，没有那么难，我就会答应，但是是出于我喜欢他，我觉得他是个对我不错的人，我才会答应。十分钟到了怎么办？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大家今天辛苦啦。Hello everybody。那我和大家说晚安了。晚安啦，晚安，拜拜。谢谢瓦力的奶茶。